做創作嘅好似天生特別 sensitive， 對聲音係咁，就連皮膚都敏感過人。以前皮膚冇咁容易紅噶，而家成日化妝又出外景，多咗紅腫同埋痕癢，好煩啊！其實皮膚一直都 OK 嘅，後來患上紅斑狼瘡，而家情況好咗，但係皮膚一有少少刺激就麻煩啦。明明保濕、滋潤、防曬都做齊曬，點解唔見效嘅？唔通殺錯嘢？我嘅護膚品要零添加物、零防腐劑、零酒精、香料、色素，由生產到包裝、開樽到用完都要零細菌、零污染，日日都咁 fresh， 齊齊由零做起 ，restart 健康無敏機。